展阻击段，各号立即组织人员下车，加强警戒，全身防护。东风快递，使命必达，我们弹在架上，引而待发，处于随时能弹的高度戒备状态，确保受令后闻令而动，快速反应，坚定即场，一剑封喉。接上路电，二上明白。接上李通报，五分钟之后，我部将遭遇核打击，全体官兵立刻防护。这次组织部队分成训练，我们在目标上突出优秀率、成功率和准确率，在标准上突出速度、难度、强度和频度，在训练方式上突出精确编组、精确指挥、精确行动、精确保障、精确考评。通过实战化训练，部队核心能力得到有效检验提升。